好，我们来抽这次的曲目字跟学字。第四抽，没有，没中，不意外啊，不意外啊，正常发挥啊，正常发挥啊，加爆是我啊，我也不知道我的豆啊，随便啊，不管哪一次都很好。我算过的，哎、欸，还没有，有雷，哦，不要闹啦！第三次抽，啊、哦，有有有，一二三四五。一二三四五，第五支。二三四五，在下乃是一介不成才的落地书生徐牧之，遇见各位，想必是缘分所以。好吧，好吧，没有血支，好吧，走光，不要，不行，要留啦，要留轩剑呐。不行啊，要留轩辕剑。哎，差得哎，要留轩辕剑，不要闹。轩辕剑很难得哎，我们等了第三年哎。我们看一下雪之，雪之，雪之的这个。娘娘今日化眼蟠桃。也会群仙，嘉奖得配昊天之人，送以华风之助。当夕显示，可别打破了琉璃盏。哇，这套真，这套蛮好看的啊。仙丹仙酒，倾城晚宴，倾城晚宴，倾城晚宴。琼浆仙丹仙酒，娘娘今日化眼蟠桃，娘娘今日化眼蟠桃，仙丹仙酒，仙丹仙酒。冥界天人，冥界天人，你已经见过我其他几个妹妹。冥界天人，你已经见过我其他几个妹妹了吧？不过，他们，你已经见过我其他几个妹妹了吧？你已经见过我其他几个妹妹了吧？如果你们觉得我多话，你已经见过我其他几个妹妹了吧？好啦，就这样。不过，好啦，不抽不抽不抽，我们就这样啦，就是快快结束 ，OK 啦。好，我们期待之后看会不会有天外剑深入的剧情吧。那剩下就等下一期，下一个月不知道是不是轩辕剑了，希望是啊。搞不好不知道他会不会下一周年、三周年嘛？是三周年了吗？三周年的时候出轩辕剑吗？不知道。好啦，就这样。三十抽解决。